爹。我与世世代行医，想不到今日却早苏醒，我愧对列祖列宗啊！是孩儿不孝，这剑疾孩儿日后一定。爹，爹，你怎么了，爹？爹，老爷，老爷，爹，醒醒！哎呦，这到底是做小姐的，要不是王爷赐的奴，你早就挨打受骂了。这洗白菜哪有不白菜叶子的呀？厨房的差事你做不了，走吧，去别的地方转转。我还可以做这个。这可是粗活。下人不分粗活细活，既然我什么都不会，就从这个学起吧。好端端的请了这么个祖宗回来，咱们伺候他。轻了也不是，重了也不是，这抢了父亲的女人那还能有好？你当我愿意啊？好了，公子，公子消消气，这王府里妾身也不在，可是既然回到了家中，那这家中之事咱们就可以商量着来了。偏爱风流高格调，不敛世事减梳妆。别喝了，我们小姐还等着呢。您是回个信儿还是捎句话？没有，没有信儿，也没有话。不怪他，一管家产尽数查封，连累家人受辱，他会消沉也是人之常情。可是小姐是从天上掉到地上，不还是照样担心他？我于是找过他好多次，可是他连一句担心小姐的话都没有。不怪他，做奴而已，如何能和生父见疾相提并论？他暂时没有心思顾及我。厨房的柴没多少了，你去柴房多取些。你没手没脚吗？有走到这的功夫，多少东西拿不了。我让他去干，有你什么事儿？你，我马上去。冬玲，小姐，你回去吧，不要告诉一哥哥，就说我很好。走了。公子，吵什么吵啊！公子，小心！公子，老五，你出手怎么就没事了呢？哎呀，马痴，果然名不虚传。这马一路上都挺好的，怎么就？来到你门前就像犯了邪一样啊，发了疯往里冲。不行，我得回去好好收拾收拾。哎，我看看这马。
三哥，你这马可以呀、啊！啊，是吗？行。哎，老五，嗯，你是天下最懂马之人，你帮三哥看看，三哥是不是被骗了？哎呀，这些年我收藏那些好宝贝，拿出一半就换了一匹疯马。疯马？什么疯马？这是价值连城的宝马。宝马得能骑才行啊！哎，算了算了算了，我就回去贱价把它给卖了。三哥，你着什么急呀？夫人，三哥难得来，赶紧去备点酒菜。